大日或玄后光可以让你有法身。为什么促成你有法身？如是相，相是法身，相是变迁平行，有相如显出来的法身，如是真如啦。如是性，性是法性，如是法性呢、啊，不生不灭为性，法性看不到的，隐藏的为体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本体呀、啊，同义异名，如是力，吹得动，引申出去可以分实相，定胜我还是引申出来的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可以产生很多种作用出来，如是因。如生实相，道生万物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因就是原动力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生果报，如是本末究竟，本末究竟，本跟末怎么样？究竟是涅槃法身的末即相，本即性，法性啊，正如法性法身即最后的果报，叫本末究竟，究竟是涅槃法身。所谓性相一如啊，法性跟法身都出于一如，故如是相，如是性，从法性到法身，本末究竟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真如缘起而有果报。